干什么呀？下午2:40，我们第一节下课，然后到校门口等你们哟。啊，你去干什么？滨河小学彩排。那我先送你上学，一会儿我再接你是吧？哇塞，就这意思。给大家看看我每天接送孩子穿的衣服、睡衣。刚刚程昱说了，2:40让我从他的学校接到另一个学校，我觉得我还是换身衣服吧，要不穿这个有点丢人。穿这个吧，外边倒是挺暖和的。我呢，现在出门特别懒，就用这个素颜霜，也是防晒。最近秋天了嘛，天气挺干燥，然后容易起静电，头发呢也是噼里啪啦的。于是呢，我买了2瓶这发精油，这个白瓶的是弱光瓶，这瓶是小苍兰香味的，就是淡淡的花香。这个粉色呀是这个烟粉瓶的，木质花香果香味，这瓶真的是挺好闻的呀，适合我这种就是染发还有烫发的。然后用的时候啊，就是滴手上两三滴就可以了，它这种香味挺好闻的。然后就是顺着头发的发丝方向涂抹。穿上我的高跟鞋，怎么样？不给90后丢人吧？这个护发精油抹上去啊，它也没有那么油腻，这样出门啊就不会噼里啪啦了。现在正好是38，走吧，咱们去接陈宇。你还卡点来的？怎么样？没丢人吧？没有没有。真的好好看，打扮的真 好看。嗯，谢谢。走，走吧。怎么了？妈，你今天的是不是又抹精油了？嗯，怎么了？挺香的。那是，我今天还没丢人吧？没有，妈今天打扮的太漂亮了。就是刚才刮了点风，发型有点乱。啊，肤白貌美。谢谢。那我进去了。嗯，祝你成功。好的。你是个彩蛋而已。啊，你去吧，去吧。那你自己去吧。拜拜。拜拜。4点。